Hello，欢迎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个视频。啊，我是 Justin。今天呢，我教大家怎么样去 record 自己的声音，就没有在真正专业的器材之下呢，可以录到好的声音。第一个事情你要先做的事情呢，就是你也自己用电话，你要有两架东西，你要有两个器材了。第一个可能是你的 iPad，第二个是你的电话。电话呢，通常我比较鼓励的东西呢，就是用来做录音的。电话用来做录音的，所以电话呢，通常电话的名字recorder，就像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recorder 这样，这是我的红米 Note 红米里面的录音的这个器材。OK，所以你们会看到，诶，它就是这样子，明显罢了。OK，所以呢，我的右手边呢，就是我插耳机用的，插在这边，诶，插在这边的，所以我给你们看哈，主要就是这样子，拿这个耳机呢，拿这个耳机的头，插进 iPad 了之后呢，会听到 iPad 的声音。我为了避免呢，会触犯到不必要的一些侵犯版权的问题。今天我这个视频呢，里面的音乐呢都是，我现场就是直接这样按的，所以你们看得到啊，你们看得到，这样子，所以它是这样子，哦，好大声，我也没有看好，OK，所以或者就这样子，很简单的，好不好？我就随便按一个，随便按一个三角，这个 part three 135。So，我要录音的话呢，来到我们的电话这里，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录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直接 hit，就比想象说，我现在这个，这是我的音乐播着了，我现在听的声音呢，都是从我的耳朵耳机里面出来的。诶，我听到这样子的声音，所以接下来让我们录一下，用电话录。好，他在录这了，所以呢，第一个事情你要做到的东西就是你要对着电话靠近，对着电话，你要 test one two。第一个事情最好做的事情呢，第一个事情就是先 test one two 听一下，诶，听了之后，你才知道自己那个声音适不适合你要的。那我现在给他 run 着，就是啦，我只随便唱一个。我听到我要唱的音，我啦啦啦啦，那我就开始录，我就直接按录。诶，接下来，好，接下来我现在正式录一个。就这样，很简单的，好不好？很短的。好，我 hit 录，OK，啦啦。然后我就按这个 OK，他叫我改名字，你们可以放任何的名字，OK，你们可以写任何的名字电话上。接下来你们就我会去听，好，我 hit 录，OK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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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so 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你们就可以在这边就播着你们应该播的音乐，然后这里就有了。然后从这里呢发送去电脑，希望你们可以从电脑里面发送一次过，用WeTransfer 发给我。有任何的问题，可以在留言区下面留言区这边下面留言区那边再问啊，可以发问题，或者是你们可以私信我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。